曾经最受欢迎的华语乐队主唱大张伟，中国内地最具人气男歌手，拥有天才少年的美誉。耳熟能详的洗刷刷全开心，独特的摇滚嘻哈风格受到众多年轻人的喜爱和热捧。代表作品有什么都不必说、范儿、奋斗等，曾获中国内地最具人气男歌手奖、内地最受欢迎男歌手奖、内地金曲奖、内地最具才华奖。皇家大剧院大张伟巡回演出，9月7日唐蜀月，8日无锡月，8月11日成都月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张伟，8月11日成都我们相约皇家一号酒吧。嘻哈摇滚，刺激你的跃动神经。